DS860 包头热压合机。本机采用气动和电动控制系统，主要用于化学包头、热熔包头与鞋面和鞋里的粘合定型用。本机设有数线温控器、压合计时器、紧急复位开关等。压合采用脚踏开关与手动按钮分两次动作，有可靠的安全性。可根据鞋型、包头材料、鞋面材料的不同，可更换不同功能的压合模具。